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食不创意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，或者点赞收藏哦。澳大利亚科学家团队表示，在袋鼩鼠家族里又找到了两个全新的物种。说袋鼩你可能不知道，但它的持久性足以让你瞠目结舌。袋鼩号称死了都要爱的动物，它们的个头很小，有的甚至不足20克。雌性的寿命约为3年，而雄性寿命在1年左右。它们通常生活在洞中，白天晚上都能活动。每年夏天，随着袋鼩激素水平开始增加，一年一度的交配季节就来了。繁殖期一般维持2至3个星期，而这之后公袋鼩都接近灭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会进行长达14个小时的交配，之后雄袋鼩会出现脱毛、内出血、免疫系统崩坏，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。生理研究发现，血脉喷张的雄性袋鼩首先具有逆天高的性激素水平，血管里海量的睾丸酮不仅让雄性兴奋躁动，而且可促进血糖代谢，精力极为旺盛。此外，雄性袋鼩体内还释放大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，皮质醇可激发糖代谢过程，释放出大量的能量。于是在睾丸酮和皮质醇两种激素的共同作用，雄性袋鼩可以持续不断地与不同的雄性交配，即便2周内不吃不喝也可坚持完成任务。如此自杀式的交配对袋鼩种群又有何好处呢？科学家也是一头雾水。一种理论认为，这种自杀式繁殖方式可能是为了确保后代能够应对食物短缺的环境。第二种理论认为，袋鼩自杀式的繁殖方式源于精子间的竞争。为了迎合昆虫爆发高峰，雌雄袋鼩会集中排卵。为了让后代生存下去，雄性便进化出极端的自杀式繁殖方式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，更多精彩创意视频，关注食不创意。